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大家晚上好！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请先开经本第十三页，经本第十三页，从第三行第二句看起，请看经文：舍利弗。 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说阿弥陀佛，直持名号，若一日、若二日、若三日、若四日、若五日、若六日、若七日，一心不乱。先看这一小段。 正中分劝行这一段经文，一开始，世尊先告诉我们：少善根，少福德，少因缘，不得往生。 什么叫少善根、少福德、少因缘呢？念佛人，你今天所修的一切功德，不是法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，这就叫少善根、少福德、少因缘。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今天念佛的人很多，但是呢，修少善根、少福德、少因缘的人，远远多过修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的念佛人。 意思就是说，今天我们看到念佛的人很多，真正修那个能往生三资粮的人少。那少这些念佛人，他们又修什么呢？他们也修善根。 也是有福德，也是有好姻缘，但是，并不是真正为了求往生的。既然与求往生不相应，世尊此地就称之为少善根、少福德、少因缘。 我们真还得小心翼翼，看看咱们自己。我们今天说念佛求往生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天天在念，拿着经文内容来对照。 我们是修多善根呢，还是修少善根？啊，所以佛一开始告诉你，你所修的善根福德因缘，如果与世尊在本经里头讲的不相应，那么你就叫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，你不得往生。为什么？ 与阿弥陀佛大愿不相应。阿弥陀佛的大愿，念佛人一定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哪怕我们烦恼习气业障重，至少乃至获得一念净心，以清净心相无量寿。还有没有比这个？ 再少的没有了，啊！阿弥陀佛的要求已经降到最低，临终最后一念称我名号。如果连临终最后一念这一句名号都称不来的话，那就是少善根、少福德、少因缘之人。 我天天都在念阿弥陀佛求往生啊，为什么说我修的都是少呢？因为，你这个愿求往生啊，不是心中地桩大事必须把我这一生决定要往生。 随着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，随着我们平时的念佛行持，慢慢把它转移到我心中，让我这个念佛人从此在我一生当中念佛累积之良。 临终一定要见佛、蒙佛接引，这是我人生唯一的期盼，其他的都是不重要的。世间所有这一切，随缘。所谓随缘，好。 也好，没有也好，不会因为有或者没有，障碍了我的清净心，障碍了我刚才那个法院临终一定要蒙佛接引。那么，问问我们。 这一生念佛有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？所以古德才感叹的说：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难啊，因为这净土念佛法门除烦恼、代业往生，完全是针对我们这些不能断烦恼的六道凡夫而说的。” 阿弥陀佛开的这个福烦恼的法门，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呀。阿罗汉、辟支佛那些哪需要福烦恼啊？他们本来就断了。啊，这样那个法门专对我们六道凡夫而说，为什么不能往生呢？ 古德说：“往生不难，难在我们看不破、放不下。你临终放不下，你没能得一心，你没能得一心。” 就叫少善根、少福德、少因缘之人。临终要能放下，平时就要学放下。而绝对不是说，平时放不下没关系，因为我都还没要往生嘛。等到我要临终的时候，我都知道自己快不行了，我肯定能放得下。 这是谬论。以因果来说，活着的时候放不下，快断气前是加倍更放不下，还没断气前不能往生，靠中阴身念佛才来求往生，那叫更难。 中阴身的执着跟业障，比你还没有断气那还要更重。临命中要有把握放下，现在就要学着看破放下。所以往生不难呐、啊，真看破，真放下。 你就可以自在往生。那明白为什么佛说少善根不得往生，少福德不得往生？今天看看我们修的是什么福报啊！啊，我们今天所修的一切功德福报，现修现报。 要不就报在自己身上，要不就希望报在儿孙身上，把那么辛苦修来的功德来换取人天福报。你这一生，求你身体健康，求你家庭平安，还要求你事业顺利，求全家发财，这通通都叫人天小福报。 为什么说他小福报呢？还在这六道轮回里头，得不得一定的种善因得善报嘛？哪有不得的道理？你一求，魔王有方法加快让你的。你看，我一求，我一修，我一求，我就得了。哦，我对这个种善因得善报更有。 信心呐、啊，你就迷了啊！为什么要拿这个大功德来换小福报呢？大功德一定要有大果报。辛辛苦苦累积的资粮，可以让我将来往生呐、啊。 把我们这一生所修的大小功德，决定不求人天福报，只把功德做感恩的回向。这一份功德，一定是回向给我晚年能往生；这一份功德，一定是感恩父母师长。 这一份功德回向给累劫冤亲债主，希望能够化解冤结。目的是什么？希望临终不要来障碍我。所以回向给冤亲债主，还是为了希望我可以往生，而绝不把功德回向给儿孙。 也不需要回向，你身体健康。身体健康，你要身体健康，你修就行了。修了不回向得不得？决定得。哪有说我修了身体健康的因，然后我忘了回向，那他就不给我健康了？那佛菩萨这个管因果的人呢、啊？那还真的小心眼呐、啊！我不回向，他就不给我了。 我问你，你吃饭的时候，你需要回向说：“哦，我吃三碗饭，然后要给我肚子饱。”不需要，你往嘴里塞进去，自然就饱。功德你修了，不需要回向，该得的自然得。那问问我们自己，少福报啊，少因缘。 看看我们自己，那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，我们做到了多少？我们心量拓开了多少？这一些都是修因，你有这样的修因，后头才有果。 今天这段经文，就是教你如何念佛，来达到老师要求的法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舍利弗啊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说阿弥陀佛。 这个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指的是这一生决定求往生的人，这样的男子、女人，这样的念佛人，遇到这净土念佛法门，今天他法愿念佛求往生。 这一句佛号怎么念呢？就这四个字，咫持名号。名号就是阿弥陀佛。怎样做到咫持阿弥陀佛名号？对我们莫法。 只有一个方法：持名念佛、实相念佛，我们没分；观想念佛、观相念佛，对我们今天的根性大概也不管用。啊，你要知道什么叫观想，什么叫观相念佛，把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从第一观。 念到第十三关，十四、十五、十六是持名念佛。啊，你看看他要求的观想跟观相的境界，你有这个功夫行？那没有这个功夫的话，持名念佛。什么叫持名念佛呢？ 就用嘴巴念出音声，念阿弥陀佛，然后一一出口入耳，再用耳朵专心听下去。嘴巴念，耳朵听，这个。 最适合我们末法众生的更新。讲席里头，我介绍了很多次。世尊在首楞严会上，叫着二十五个弟子们，说出自己的心得报告。每一个学生都是专科生。 专修一门，六根、六尘六十，三六就十八，再加上七大，二十五，这就是弄严会上有名的二十五元通章。在这二十五元通章里头。 只有四个是不按顺序排列的。如果你要按顺序，第一个报告的就是六尘，六尘第一个就是色层，但是不是第一个报告的是深辰，乔成如。 这帮人，乔成儒怎么开悟正果的？他说：“我当初就是听世尊讲经说法，开悟正果的。”我们在介绍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提到，世尊初成佛道，说完了《华严经》，大梵天王、帝释天王。 下凡来祈请，佛出了定。第一个就到鹿野苑度无比丘。这无比丘第一个听法开悟正果的，就是尊者乔成儒。所以尊者乔成儒说：“我是以因神为佛事的。” 他这个特别啊，第二个不按顺序的，那应该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章啊。刚才讲六成六根，观世音菩萨照理由应该排在第八，但是你看耳根圆通章拉到第二十五最后一个。 那就是最重要的啊！耳朵听闻音声，观世音菩萨，我过去在我老师会下，观世音佛，他是叫我以音声为佛事，用耳朵听闻。 所以，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千处祈求千处应啊！把它拉到最后一个。第三个不按顺序的，七大里头的火大。七大，照顺序排：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见、识。火大。 乌毒色母，啊，他的修行降服自己的淫欲心，啊，然后最后一个是七大里头的建大，大狮子菩萨，他的后面是弥勒菩萨。 是的，也把他拉到弥勒菩萨的后面啊！我们读《守楞严这二十五元通章，看这四个人的表法，我们体会到世尊教导的法。 讲经说法四十九年，就是以音声为佛事，耳朵听世尊的经教，听懂了佛法之后，落实在自己的生活行为里头。啊，一切最难降服的烦恼习气，就是淫欲心。 淫欲的念头，这是最难，因为我们当初是淫欲而生。你要没有这个淫心的话，你不会到娑婆来投胎。啊，你说我们其他的贪嗔痴慢，其他的烦恼习气，重远不如我们。 淫欲的这个念头，那如果火大乌涂色魔连自己的淫欲都能够降服的话、断除的话，还有什么烦恼你断不了？所以拿这个最重的来告诉我们，持戒一切的戒律。 就为了要降服自己的一面，这个是下手的根本啊！烦恼被降服了，断除了，我要玄修法门啊！大势至菩萨讲的。 过去，我的老师教我念佛三昧。啊，老师教我怎么念佛呢？他用个比喻讲：如母一子，像一个母亲啊，天天思念自己的儿子一样。 念佛人如果能够把思念阿弥陀佛，就像母亲思念自己儿子一样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不必等到临终，现前你就见佛。 大势至菩萨说：“老师教我这样的一佛念佛，无需假借其他的修行法门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入然香人，用那个香来熏自己，香熏完了，香气还留在我身上。” 汝然相人，身有香气。他说：“这个就叫做相光庄严。我本隐地，以念佛心入无生人。今于此地啊，设念佛人，归于净土，归于念佛。” 今天老师要我报告我的心得。佛问圆通，我无选择，都舍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就这一句话，如何都舍六根，让我能够净念相继呢？一佛念佛，入染乡人，那就是教我们。 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不假方便，就是一门深入。一佛念佛，如染香人，就是教我们长时熏修那。那念佛也好多啊。 观世音菩萨耳朵听闻，用耳朵听自己的声音，把这四位尊者菩萨给老师的报告，我们这样一串起来的话，首楞严会上，我们就看到了这净土法门啊。 所以，这就是教我们怎么去忆佛念佛啊！这样的常识熏修是最笨的方法，虽然笨，最管用，最适合我们末法众生的根性。 你只要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，从早至暮，从暮至朝，能够念到不领间断，真的能够不间断吗？难。我一讲话不就断了吗？如母一子啊，母亲。 思不思念自己的儿子？思念。那我问你，当母亲在跟别人家聊天的时候，就把儿子给忘了吗？不会。什么原因呢？能够一佛念佛，就是当你这个念佛人。 像母亲思念儿子一样的用心，我这个念佛人求愿往生，我心心念念思念着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，心中有阿弥陀佛。既然心中有儿子的母亲，不会断思念儿子。 心中有阿弥陀佛的念佛人，怎么可能会断这个念头呢？关键是今天我们有没有如母一子啊？有没有把阿弥陀佛念到心里头去啊、哦？那怎么办？都告诉你了吗？你只要一佛念佛。 不加方便，啊，怎么去兜摄六根呢？六根里头，用耳根的效果最大。所以文殊菩萨告诉我们：“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，音声的听闻。” 欲屈三摩提，你想要得定，当以闻中入，用耳朵听闻。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听闻，再联系上大势至菩萨的如母一子，一佛念佛，那。 你耳朵听的都是自己念的阿弥陀佛名号，念到心中有阿弥陀佛啊，那这个时候你嘴里不必念佛，虽然嘴里没念，但是我心里真有啊。 就好像那个母亲思念自己的儿子一样，他没有把儿子、儿子一直挂在嘴边念啊，但是人家心里真的挂念自己的儿子。啊，大师之菩萨教我们像那个染香人一样熏洗。所以印光大师所谓的从早至暮。 从木至朝，啊，那就是说念佛人求往生。世间杂七杂八的事，你要放下。放下不只是心中少牵挂，放下你才有多余的时间来熏啊。 我们现在念是有口无心的念，世间的事情忙的不得了，怎么还能够一佛念佛呢？怎么去熏习呢？啊！所以再到回来说，没放下、啊，来打佛七。 叫放下了吗？没有。人呐、啊，住在讲堂，那真叫身在曹营心在汉呐、啊。你念头跑哪去了？就是没能把自己的心安住在这一处。 《阿弥陀经》，罗什大师翻译，他说：“这一句佛号怎么念呢？直持，持就是持名，啊，心中有阿弥陀佛叫持，怎么持呢？直。” 看清楚是哪一个“值，没错，“执着”的“执”。这学佛啊，一看到“执着”这个名字，他就好像魔鬼一样，能扔多远就扔多远。但是罗什大师在此地叫你不要扔，不要扔，捡回来。这一句“阿弥陀佛”名号。 你抓的越紧越好，叫支持。你要把阿弥陀佛名号当成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古德用个比喻，好比一个不会水性的人掉在水里头去，慌乱了、啊。 啊，你不会游泳，你掉到大海去。啊，忽然间让你抱到一根大木头。啊，这个时候，你只有一个意识：这一、个、根木头唯一可以救我的。我要再把这个木头松开的话，我就没命了。 啊，所以你看，这个不会随性的掉下水里头，他手乱抓，不管他抓到什么东西，他不会放。啊，你要有这样的观念，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，好比是那根大木头一样，抓得紧紧的，这叫支持。 而且，罗什大师此地用执，另外一层意思，真正气我们的根性啊，为什么？六道凡夫之所以不能处理轮回，我执太重，执着太重了。拿我们说吧，要我们放下执着，放得下吗？ 你就算世间的放下了，进到佛门来，你照样执着佛门的。啊，佛门也有好多很执着的呀，要不就执着师父，要不就执着道场，要不就执着我修什么法门，要不就执着我在佛门啊修了多少的功德。 我们什么时候放下执着了？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：你以前执着世间啊，执着你的恩爱眷属，执着你的财产名利；现在把那些放下了，来执着佛门的，当然也不对了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证明的就是。 虽然放不下执着，但是转换执着的对象，我们有能力。你原先不是执着儿孙吗？现在你来到佛门，你执着师傅了。啊，来到佛堂，要师傅没有给你打招呼的话，啊，今天心情就不好了。啊、哦，是不是我昨天得罪师傅了？所以今天你看师傅看到我脸黑黑的呀。 你说，来到佛门照样执着，啊。义工有义工的执着，信众有信众的执着，连个普团拜殿都可以执着。你呀、啊，天天念佛，天天坐那个位置，小心有一天我就故意把你换个位置。 啊，等你去上厕所的时候，我就叫下面一个来，你坐这个位置。那你会来啊？我的位置被坐去了。啊，那个人就告诉你，我也不知道，师傅叫我来这边坐的。啊，如果他没讲这句话，肯定挨骂。哎，我坐这个位置，从第一个七坐到第七个七，我就快修成正果啦。你怎么把我的位置给霸占去了？ 师傅叫我做的，啊，我就看看你这个时候你起不起烦恼、啊，那你还不是照样执着一个拜殿？啊？要放下执着难呐，执此名号。 转换执着的对象，从世间法执着佛法，今天把执着佛法也放下，执着阿弥陀佛名号。只要我坐在这个蒲团也能念阿弥陀佛，我坐那个蒲团也能念阿弥陀佛。我执着的是阿弥陀佛，我不执着蒲团。做义工在念佛堂也能念阿弥陀佛。 你在临义工执事的时候，难道就不能念阿弥陀佛吗？难道一定要盘起腿在蒲团上坐着端身正坐啊？然后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、阿弥陀，佛，那个才叫往生吗？哦、啊，那个在做义工的那个人家也在洗马桶，人、那、家、个、洗一边洗,一边,洗一边心里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，人家照样可以往生啊！啊，所以啊，一没有照进念佛堂念佛的时候，就起烦恼了。 哎呀，师傅，你看人家个个进去累积资粮，人家个个求往生，我那偏偏每次要负责洗马桶。我说你洗马桶啊，能洗到生欢喜心。啊，哦，师傅洗马桶还可以生欢喜心的，那当然了，啊，每一个马桶我都洗得它干干净净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看这马桶洗干净了。 等一下，发挥他的法性功德，拿来干什么？拿来乘着你们这些菩萨的屁股，乘谁的屁股？乘菩萨的屁股啊！菩萨屁股的这个马桶还是我洗的呀！啊，哎呀，这个菩萨坐在这个干净的马桶一看。 哎呦，这个马桶洗的比我家的还干净！这菩萨一生欢喜心的时候，你看你的功德通通都是我的。你不会修，你一边洗洗的那个脸比马桶的水还臭，哪有功德呢？啊！所以义工要不就抢着进念佛堂去念佛，我念佛堂功德比较大。 啊，这一类义工，要不还有另外一类义工，千万不要让我进念佛堂。你就走两个极端，都错。那怎么办呢？随缘。啊，我领了执事，我该做的事情我做完了，我就进念佛堂去；没时间让我进念佛堂，我就在自己的领的执事里头。 我就在当下，咫尺名号。厨房煮菜，用心的煮。啊，只要你是用心、用真诚心，你煮出了菜，人家都会都懂得感恩。啊，这些啊，念佛堂这些菩萨，你看。 念累了还不是要吃饭？你以为你真菩萨？你不必吃饭呐、啊！啊，一吃饭的时候，哦，这个菜好吃，那个菜好吃。你看菩萨这些菩萨一吃生欢喜心的话，菜谁煮的、啊？菜我煮的。你们的功德通通都是我的。你要懂得修的话，这一功啊得大功德。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，道场，人家懂得怎么做义工。你不懂做义工的话，你就天天羡慕人家进念佛堂，啊，就我没得进念佛堂。你看功德通通他们修去了，我呢，你看要做洗马桶的工作。你懂得修的话，不在于。 场所在哪里？在你的心。为摩诘所说：“知心是道场。”什么叫知心？真诚心、恭敬心就是道场。没有知心，进到大殿来念佛堂来念佛，念佛堂也不是你的道场，只是让你修福报的地方。 所以做义工，要能发这个大心。人家不愿意做的，落在我身上，我做。都所有人都不愿意做了，你还甘愿做，还做得生欢喜心，你知道你心量要多大，你才能接受？ 心量大，你修的功德就大。如果你今天做了义工还要炫耀，啊，是做给师傅看的，我为师傅做的，你没有功德。啊，有的义工做了一点点呐、啊，啊，看到师傅经过啊，要表现一下啊，要师傅没有注意到他，他就伤心了、啊。 啊，他家故意有一点小动作，要让师傅看到他。哎呦，某人呐、啊，你今天，哎呦，你做的满身汗哦，你功德无量、哎、呀，师傅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其实心里哦开心的不得了，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师傅一赞叹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生欢喜心？有啊，生欢喜心就是你的福报现前。你看，做的汗流浃背，师傅一赞叹你，你一身欢喜心。 福报马上现钱报销了，值得吗？不值得。所以下一次你在做的汗流浃背，师傅正正开口要赞叹你，师傅停着，干嘛？你千万不要赞叹我，哦，我还没有那种功夫境界。你要一赞叹，我肯定轻飘飘啊、哦。所以拜托师傅，你不要赞叹，啊、哦，你一赞叹，你看哇，今天就白做了。 哎，所以要知道，你做义工也好啊，你奉献佛门也好，你是为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而修的，你不是为我而修的，不是你来做了义工，还要师傅到你面前去，哎呀，菩萨大德，感恩你呀、啊，感恩你那么发心呐、啊，感恩呐、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功德通通报销了。 最好是师傅，你什么赞叹的话都不要说。我知道怎么修功德，不必你赞叹，你没赞叹，我也认真的做。凡夫这个执着放不下啊，所以我们在佛门里头，你要有这个机缘。 做义工，你就专心做。大家听好一句话：佛门里头，你想修福报，福报让谁修的呀？福报是让那个有福报的人去修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你要没有福报的话，师傅把这个知事交给你，你掉头就跑，你就叫没有福报。 所以今天这份知识落在你身上，你要感恩，这福报怎么从天上掉下来给我了？啊，那没有这个因缘做义工，那我大概福报少一点的，我就乖乖的进念佛堂去，落一日，落一日，看看能不能落七日往生了、啊。这样子，各安本位呀。 自己做自己的事，对世间法这一切，对佛门这一切，修功德我不执着。你就要训练自己，不要生这个我执，情执深重，求出轮回了不可。 今天在佛门里头，我连这个执着我都要放下，把你所有能执着的能量用来支持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。念佛堂里头可以支持名号，你做义工岗位上，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支持名号。 不管是在念佛堂还是在执事上，要执持到生欢喜心，你就真的叫功德无量。你在自己的本位里头，你念出法位了。啊，如果你念佛堂也念到念嘿嘿，做义工也做到念嘿嘿，你今天佛号念完了。 得一点人天小福报，多喊几声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结一点善缘而已，功德没有。脸黑黑还有功德啊，啊！所以念佛也好，做义工也，领执事也好，今天问问自己，我今天开心吗？开心，功德无量。但是这个不是赞叹你，这个是给你说清楚。 啊，天天要修的这样法喜充满，那你说刚才在念佛堂那个蒲团给师傅换了，这干嘛？出考题考你呀、啊！啊，领执事呢，肯定也很多人我是非呀、啊，这就是老师出考题考你，就是看你念的那么开心。 考一考你，看你是真开心呢、啊，还是假开心？真开心的话，你怎么考我，我都如如不动。啊，尤其在执事里头，这个磨练啊更好。这叫什么？历事练心呐、啊。很多到佛门来领执事的义工。 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他认为我来做义工叫什么呢？叫免费女佣。哦，你还真把自己看成是免费女佣，那还真的是免费女佣。为什么做到脸黑黑？你家里的女佣是不是每次做事做到脸黑黑的？啊？ 不要把自己当成是廉价女佣、免费女佣。我是来干这一些，人家不喜欢做的事。啊，这些人家不干的事情呢、啊，这个大福报通通都落到我身上来了。我做到生欢喜心，我一边做一边支持名号。 这个大福报当下就转为无量功德，不回向，啊，只求作为我晚年的功德。这就是你咫持名号，天天这样的累积，这就是你的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。 而且领执事，被考验的机会比较多。只要能备考过关的话，你的境界比那个念佛堂在那边念佛的还要高。因为在念佛堂里头是在静中修静、安静的静；领执事啊是在乱中修清净心，这个难。 那我们呢？不偏一边，啊，不要刚才我说的那个专领执事不喜欢进去念佛的，那个他不是因为要乱中修进，他是躲，他不喜欢念佛，啊，所以在领执事的时候，我就把心安在执事上，在执事上来支持名号，执事做完了放下，进到念佛堂。 我就以一个水洗众啊念佛，在静中如何来直持名号？一切时一切处，当我念佛的时候，我就是直持这一句名号，就像是我的救生圈一样。 没有比我支持这一句名号还要重要的一切人事物了。换对象，我们做得到。所以今天把你释法、佛法里头的这些支持放下，把支持阿弥陀佛放在第一。 怎样叫做我这句名号啊，直持到心里头去？我心中有佛了呢？那就要回到阿弥陀佛名号功德无量光、无量寿。无量光是清净心，无量寿是大慈悲心。不管我在念佛也好，我在领执事也好，我有没有做到生欢喜心，然后心清净？ 少烦恼，你这天天在熏习你的清净心。我在念佛也好，我在领执事也好，我有没有展现我的慈悲心？那师傅在念佛怎么展现你的慈悲心呢？哦，那方法可多着了，啊、哦。 尤其是念佛喜欢大嗓门的人，发发慈悲心，把你的声音放小一点。你是来当轻重的，你不是来当维诺的。或、哦、他一唱起阿弥陀佛，他的声音比那个维诺还大声。啊，如果唱得好听，那还不要紧。问题是荒腔走板。如果遇到那个维诺啊，是新人的话，这个维诺唱着唱着唱着，就被他拉去了。 啊，所以每一次遇到这些大神门，我都要好好去拜托小声一点。他看着我，哦哦哦，哎，我转个身，他就小声念了，念、嗯、个几分钟，他又大声又起来了。他故意念的吗？不是，他说师傅，我是念得太欢喜了，念到忘我了，嗯、是没错啊，但是慈悲慈悲一下，旁边的人起烦恼了。 菩萨不恼害众生，这就是你的慈悲心。不要让旁边的人起烦恼，就是你的慈悲心。啊，刚才不是说我们的义工菩萨把马桶洗得干干净净吗？那你今天怎么发挥你的慈悲心呢？你到厕所去用马桶的时候，啊，不要糟蹋这个整洁，用这个马桶也要礼敬诸佛。 该怎么用你就怎么用，啊，哪个地方不小心脏到了啊，顺手拿个纸巾或者有水冲一冲、喷一喷，啊，每一个人都能以这样的慈悲心来保护藏住物。下一次那个义工菩萨又再来洗马桶的话，他生欢喜心，为什么呢？跟没用过一样啊。 啊！但是他还是照样洗。诸位，我们在用常租物的时候，有没有这种心思？那、啊、如果说是用的时候，啊，脏就脏了，反正又不是我洗。啊，我要不弄脏的话，那个义工啊就没事没事干了、啊。那你这叫缺德。 谁说坐在念佛堂就不能够展现你的慈悲心呐、啊？啊，我看有的同修念佛，哦，他坐下去念，看看冷气吹着他，他眉头皱得老高的。再看看我后面的那个护法，护法没看到，护法来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给我一条毛巾。 怎么？你把我后面这两个护法当成女佣啊？啊，就算你懒得起来啊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拜托啊，呃，能不能给我一条毛巾、哦？我看到好几个就是这样子，这叫习气。护法把毛巾送端到你面前，你有没有感恩心？啊？ 要家拜殿也是这样，啊，有时候我还真想跟护法说，不要理他，叫他自己起来拿。那我们护法又慈悲，师傅看老人家起落不方便哦，我就帮一帮他拿吧。那今天我借着这个机会，就顺便告诉你，这就叫慈悲心。你真的要人家帮忙的话。 和言爱语，不要把我的义工当成女佣在使唤。啊，我这是对事，我不对任何一个人。所以自己念佛堂里头怎么修你的慈悲心？义工，我在领执事。 刚才我说的，欢欢喜喜把马桶洗得干干净净，欢欢喜喜把这一餐饭呢、啊，把这一餐菜呢、啊、烧的很好吃，这就是你的慈悲心。烧饭的人呢、啊，说这个道场的厨房最怕的是哪一种人呢？反正你来道场吃都是免费的，我怎么煮你怎么吃。 还挑三挑四的，还嫌我煮的咸，还嫌我煮的淡，还嫌我煮的不好吃。啊，最怕就是这种义工。所以厨房义工有什么心态呢？我今天煮这一餐是煮给我那个宝贝儿子吃的。你你问你自己，如果煮给你宝贝儿子吃的是不是用尽心思了？啊？ 把这念佛堂，待会儿要出来吃饭的这些，都通通是我的宝贝儿子。这就是你的慈悲心，而且这个慈悲心比你煮给儿子吃的还要慈悲。这真正叫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那个念佛的，真的这不是我儿子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是你还能够升起这样的慈悲心，这叫修行呐、啊。 乃至于平时处事待人接物，遇到烦恼习气，你能增长多少的清净心，来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？面对这一切人事物，能有多少的大心量，来赞叹人家的优点，来包容人家的缺点？ 这才叫做你正在落实阿弥陀佛的无量光、无量寿，做到了，才叫你心中有无量光，你心里有无量寿，心中无量光、无量寿，才叫心中有阿弥陀佛。 不是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拉着大嗓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好像要把阿弥陀佛吞进肚子里头去，就叫心中有佛啊。那么，当这样的一个我讲的像这样的一个人啊，不必说完全。 稍稍的清净心现前，慈悲心现前，你倒回来念这一声阿弥陀佛。真的，这个念佛法门殊胜之处叫什么呢？以阿弥陀佛的果地觉作为我念佛人因地心。阿弥陀佛的果地就是。 清净心跟慈悲心，我稍稍以一点点的清净心跟慈悲心来念阿弥陀佛，就摄受阿弥陀佛的功德，变成我的功德。为什么？越念越欢喜，越念心越清净，越能展现你的大慈悲心。这样的。 念这一句佛号，当然方法就是刚才说的，佛号一一出口入耳，啊，再配合上自己的心态，那么这个时候，不管你是念佛堂念佛也好，你领执事也好，或者你到外头去也好，真的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你都能以清净心、慈悲心。 做主的话，你就叫心中有阿弥陀佛。你正在做事，不见得你嘴里在念佛，但是这个人心里真有啊。但是最初方便呢，啊、那还是佛号一一出口入耳。 我们是用这样的方法啊！既然文殊菩萨告诉我们，我们言菩提众生啊，对音声听闻效果最大，又是听阿弥陀佛名号功德，嘴巴念，用自己的耳朵专心听，能念出声音。 就尽量念出声音。如果你真觉得念的嘴巴都累了，啊，要休息一下也可以，因为你要听自己的声音，能听到自己的声音比较射手啊，这样子训练，处处的时候很难。 念没个几声，念丢了，不是睡觉了，就是打妄想。但是要告诉自己，专心念，专心听，是我们的特效功能。每个人都可以做到。现在为什么做不到？你现在是烦恼心念佛，烦恼怎么会喜欢阿弥陀佛呢？啊？ 所以，当你一念的时候，很多烦恼就来了。很多人就笑到了，你看，我不念佛没有烦恼，我一念佛烦恼一堆；我不念佛家里天下太平，我一念佛啊，接二连三就一大堆事情发生。啊，人家就跟他说了，你看，你看，就是因为你念佛，啊，你一定是念佛啦，得罪了什么什么什么神啊，什么的，啊，人家现在来处罚你了。那怎么办？那不不要念吧？ 好吧，那我就不念，哎，不念，哎，你看，真的灵了，没事，啊，那你就错了，啊，念佛烦恼多，那你要庆幸自己，我是因为念佛念到有清净心，我才看到我的烦恼。 为什么不念佛的时候没有烦恼呢？不念佛就起烦恼，你不念佛就是烦恼控制你，烦恼看烦恼，好朋友。早晨的阳光从那个外头射进来，门窗有缝射进来的时候，你看到阳光射到的地方，你就看到有灰尘，很多啊。没有这个阳光了呢，你看屋子里头很干净。 那我问你，那个灰尘是因为有阳光才有灰尘吗？不是，满屋子都是灰尘，你看不到，因为没有阳光。阳光就像清净心，现在阳光从门缝射进来，让你看得清楚明白。当你念佛念到一直起烦恼，你要告诉自己，至少我知道我有烦恼。 最怕的就是那个我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心很清净的啊，我可以碌碌不动的哦。遇到这叫了阿弥陀佛，哦。不念佛没事，一念佛家里接二连三很多事情发生，那你要生感恩心。为什么？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嘛，这一些不如意事谁招惹你的呀？记住。 自作自受，没有人害你的。你今天遇到什么的不幸，是自己过去生招惹，今天果报现前而已。那感恩的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念佛，这些接二连三的不好的事情在现在发生，这发生好啊？为什么好？那你看，我现在身体健康，头脑清醒，这些灾难我还能。 面对我还能解决啊，啊！所以我感恩，因为我有念佛。该发生的这些灾难总算来了。他要现在不来，等到你躺在那边给人家助念的时候，接二连三的灾难才来，你受得了吗？你那个时候能解决吗？诸位，你看，连遇到不如意事都还能生感恩心，你是什么境界的人？ 天天开心，没有烦恼。好人坏人来到你面前，通通都好。好事坏事来到你面前，叫没事，没事啊，那才是最快乐的人啊！因为你心中有无量光、无量寿，这样子的来支持这句名号。 从凡夫为我们现在开始，如然相人，这样的来一佛念佛，如母一子，修这个法门不假方便，就用阿弥陀佛身旁这两位大师所教的方法，都设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咱们今天。 专摄耳根，那其他五根呢？射一根，余根皆射。你不必要一根一根的去射。啊，只要把耳朵听闻听到砖啊，射住了，你其他的五根没有妄想杂念。 这是大势至菩萨、观世音菩萨对净土法门修学这样的教导我们啊，所以罗什大师啊，把这一句话翻译“直持名号”。那你看玄奘大师的本子，他就不叫“直持名号”了，他叫我们“文以思维”。 啊，意思也一样啊，但是就不如罗什大师直接把我们的习气给点出来。你你你你爱执着是吗？啊，那你就执吧。换个对象，专执吃阿弥陀佛，那我们就有信心了啊,啊。然后从若一日到若七日。 那么经文到这边，念到这若一日到若七日啊，很啰嗦、啊。那罗池大师说他翻译经文不是喜欢用意译吗？就是他不啰嗦啊，文字很简洁，偏偏在这个时候他啰嗦了。 如果换成我们来翻译的话，只此名号，若一日，到若七日，解决了，是吧？那你就不晓得罗什大师的用意了。啊，他就甘愿在这里，反而啰嗦了：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五六,六，那到若七日？啊，也许一天。 可能两天，可能三天，可能到第七天。意思就是说，善男子、善女人这样的直尺名号，多长的时间能得一心不乱呢？最长不超过七天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七天的，有的。 可能一天就一心不乱，有的要两天才一心不乱，有的可能要三天才一心不乱，但是最迟不会超过七天，一定一心不乱。我们想，若七日一心不乱，对我们来说，那都已经是梦想啦，还要若一日就一心不乱，真的。 这就显示了这净土法门，只要你心中有阿弥陀佛，只要你愿求往生的愿力已经超生了你业力，自在往生。你想什么时候往生都行，提早行，延后也行。 这才显示这个法门真正叫乘着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，让我们这个还在六道里头的生死凡夫，就已经得生死自在。啊，说七天就能往生，所以净土法门。 最难得之处，克其求证，预定不超过七天，得意心不乱，就能往生。看所有一切修行法门，没有任何一个修行法门敢这样的给我们承诺，你一天。 或者到七天，你就可以往生。啊，但是条件呢？一心不乱。啊，刚才说往生不难，难在看不破、放不下。就因为你看不破、放不下，你就不能支持名号，你不能支持这句名号，你就不能到一心不乱。 什么叫一心不乱啊？印光大师说：“心里一个妄想杂念都没有，啊，没有任何的妄想杂念。这个时候心里一念阿弥陀佛。从最初，当有妄想杂念起来的话。” 第二念就是阿弥陀佛，把它压下去啊！有这样的功夫之后，到连妄想杂念都不生。为什么他能不生呢？因为我一直都有这一句名号功德在。这一句名号功德啊，一直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，把我那个妄念一直压着。 那这个时候心里升起的“阿弥陀佛名号功德”，这一句“阿弥陀佛名号功德”在我心里呀、啊，跟我心里打成一片。古德说，这叫功夫成片。你功夫成片，能够念到心中没有任何的妄想杂念，这个时候只有一句“阿弥陀佛”，然后多善根。 什么叫多善根呢？到快要断气前，脑筋还清醒，还心心念念念着阿弥陀佛来接引我。脑筋清醒，多福报，念念要求往生，叫多善根。这个时候，没有任何的障缘。 冤亲债主也好，你的那些恩爱眷属也好，啊，这些障碍呢都摆平了，哎，那你具备这个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，从你咫持名号、石头压草，把烦恼习气通通降服住，这个时候脑子清清楚楚一句阿弥陀佛，求愿王生。 诸位，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功夫而已啊！阿弥陀佛大愿给我们说的，任何一个念佛人，你念佛能够念到像刚才我讲的这个状况啊，但是必须是最后一念哦，啊，阿弥陀佛就满我们的愿来接引我们。 那这一心不乱难不难呐、啊？你听人家说，哎呦，有事一心不乱，有理一心不乱呐、啊。等你研究完了，你说完了，为什么呢？往生没有指望了。不要说什么叫理一心，但就那个事一心不乱呐、啊，那都不是我的境界能够得到的。 有没有再简单一点的一心不乱呢、啊？有，啊，善导大师讲的，什么叫一心专？专就是一心，如何能得不乱？专，专就不乱。所以善导大师解释一心不乱，没有别的，转复转。 专能不能专能？每一个人都能钻。你正在钻某一桩事情的时候，你就不乱啊。那证明，持此,此名号，不管你第一天还是第七天呐、啊，要达到一心不乱，每一个人都能做到。啊，如果你去了解什么叫事一心，什么叫理一心，那是全部人都做不到。 但是善道大师给我们说专复专，哦，这个专复专比那个印光大师讲的没有一个妄想杂念，这个更容易做到。啊，但是你要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，能够在临命中最后一念还专复专的人，必须满这个三个条件：脑筋清醒还。 念念求往生，一切障缘都没有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就好像在一个很清净、很安静的环境里头。哦，就算旁边莲友给你助念，你耳朵听进去的声声佛号都是阿弥陀佛的功德。时间还没到，还没到，你就躺在那边啊，你就专心享受你的佛号，你也一边跟着念。 一点干扰都没有嘛，啊！你看我们同学在念佛堂里头念佛啊，念到法喜的时候，念到没有一点干扰的时候，他几乎都感觉自己好像要飞上天去了。那说明我们能做到专复专呢，啊！这样子对求往生这个功夫要有信心。 净土法门讲的道理，一定能让我们做到。有的祖师大德解释的深，那是对境界高的人说的。对我们这些中下根性的，你能专复专，你前面的预备功夫你做到了，你支持这一句名号。 啊，前面的善根福德因缘我具足了。阿弥陀佛对我们的要求，没有要你达到什么生禅定境界，只给你讲你这个时候一向转念阿弥陀佛。所谓能一向转念阿弥陀佛，你这个时候。 心里只有一念，那明白了，为什么活着的时候要学看破放下？看不破放不下，临终要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真的很难，夹杂一点点的妄想杂念都不行。 因为一项转念还没有断烦恼啊，啊！如果你要拿那个断烦恼的标准来看，那断烦恼真高啊，那个呃境界真高啊。一项转念境界要求没那么高啊，你不过是扶住你的烦恼啊。人家古人真的七天往生，最迟。 咱们今天念佛，你看过哪个在打佛七的时候往生啊？啊，没有。所以今天人家说，以前古人叫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去，今天修这个法门，一万个念佛人难得三两个往生。咱们今天恐怕连三两个都没有。 那这个法门能不能去呢？如果你说打个佛七一到七就往生，那绝对没有了。啊，有的话那个时候碰巧。我们今天如何来理解经文这一句“若一日到若七日”呢？我是这样的理解：迟迟名号若一日。 就是你的第一天，你什么时候遇到净土念佛法门那一天，你也跟人家一样发大心，我恨不得今晚就往生了，那就是你的若一日。啊，什么时候是你的若七日呢？临终断气前那一天，是你的若七日。 从你遇到这个净土念佛法门，一直到你往生的那一刻那这当中呢，就是你的二三四五六日。不过是把人家支持名号啊，七天课祈求证，我们把这个时间拉长而已嘛。啊，到你要往生的那一刻，就是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。 若七日，换一句话说，从你今天开始，一直到你临终最后那一天，天天都是佛七，啊，不是来打个佛七，第八天回家，你看解脱喽，解放喽，啊，那个叫苦一日，苦二日，苦七日，啊。 你当时是弱一日，这一生是弱七日啊，二三四五六日断气前才是你的弱七日。我们应该要生惭愧心呐、啊，人家七天就成就，我还要拉到最后一天才成就。嗯，啊，只要能成就，管他是七天还是最后一天。但是不要连最后一天都去不了，啊、哦。 那就在一个大轮回，什么时候再来投胎做人？你又开始若一日到若七日。这一次，咱们是最后一次的佛气了。不要希望来生还要再来打佛气，不要了。啊，这样子我就有信心了。啊，要达到一心不乱。 眼前世俗的、佛门的，哪些障碍我的，哪些让我看不破、放不下的，从现在起就要学着把它放下，不然的话，临终你真的手忙脚乱，你没有办法得一心不乱。 作为这样子，我们先了解大师啊或者世尊要求我们得一心不乱的境界标准在哪儿。有了这个功夫境界，后头怎么去啊，那就不必我们操心了。 那后头的事情，通通都交给阿弥陀佛。我们只要达到这个，闻说阿弥陀佛，知持名号，从若一日到临终最后若七日，一心不乱。这是我们的事，后头是阿弥陀佛的事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，呃，这一段。 我们报告到此地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今天以此讲经听经功德，回向唱功老和尚往生极乐莲等上品，阿弥陀佛。